来全场倒数五个数字，五谢谢我们刚才场中的文文。接下来这位朋友在哪里？哦，这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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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手上的他叫什么名字吧？周深，我宝宝，宝贝，仔仔，爱你，超爱你的，你超级棒！你让我在台上很尴尬。那天我懒得管你，爱你，管你个头，宰你个头。好，怎么该怎么称呼你？我叫 Lori， 或者叫我小鱼也可以。Lori 或者是小鱼，对对对，你更喜欢哪个名字 ？Lori 吧。Lori 啊 ，Lori 你好，你来自哪里呢？来自上海，但我是重庆的。重庆呢？哎，对对。你重庆话讲一句，苏州特别特别漂亮，特别喜欢苏州。苏州很美漂亮，我很。你现在在上海上班还是上学？上班有吧？辛苦辛苦！谢谢大家来看我，谢谢你，谢谢周深。从什么时候开始听我唱歌的？四年前了，不，2020年，对。对啊，就是四年前了。我现在有点紧张。这是我的错误吗？没有没有，2024是2020，四年前吗？对，好的。那第一次听到的歌是？其实我之前听到大雨的，但是但是你觉得周深足够吸引你，于是你没有继续听周深的歌。我明白了，不是，是因为那时候全场倒数五个数字。有抑郁的时候听到了你的 Monster。 哎，谢谢你，谢谢，真的很感谢。对， Monster 这首歌它就很有力量，它就是感觉很像，有点像虚构的感觉，就也许你看到了我的每一面，但是谢谢你愿意来看我，谢谢你们。我真的想说你一直在说谢谢我们，但是真的要谢谢你，因为是你治愈了我们很多很多次，真的非常谢谢你。希望你能祝他中考上岸，祝淼淼，祝所有的备考人都上岸，谢谢。好，祝淼淼中考顺利，祝所有要考试的人都顺利，顺利上岸，谢谢。你的头发像是我新画的发型。大家应该看不太出来，他就是只有一边的一个那个中间扎那个辫子。好，谢谢，谢谢 Lori， 谢谢淼淼，淼淼对吧？好，谢谢你。我还是想说，是你们一直在治愈我，很开心我可以出现在你们生命当中，谢谢你们。谢谢周深，来到了，点歌吧。刚才你差点把我说哭，我还要唱歌哎。来，我都很想听，能不能唱串烧？厉害！哎呀，可以可以。到后面调查中可以吗？哦，谢谢你，调查中。谢谢你，谢谢 Lori， 希望大家喜欢这首《调查中》。